来说啊，舒服。在这个场景里面，高点的赖伟楼什么都踩了啊。九少在这个位置先拿了悟空一分，那咱们就等一等吧，看十六个队伍谁的运气好。哦，刚刚说到扫车，就现在的这个近距离的扫车是不会出现什么太多失误的。南少啊，这一波将人打掉了。我还看到了高点，嗯，鸭皮是击倒了小鬼，这波没得救。小鬼是十七往里面去延伸的一个点，其实那个位置是非常自闭的，基本一旦被发现就它南部还有一些水域的。哎，许生刚刚落位，后面队友还没有架枪的机会，十二月直接拉过来把人给补了。队友这辆车没有胎，不然的话就大家一起到的，就没办法呀，车起速慢啊。其实罗定在上一局里面六幺在下城区里面去抓人是一样的，而 BS 等于抢送成功。哦，另外一次的话看进入到这个反破的 4AM 罗斯克先行出手放倒了幺二，这个反破的位置其实挺能把人补掉，不管能不能补这个反破是不能拉过去了，因为南部已经拉人了。嘎的威侧线拉开了，看一下这边能不能给到压力。 Forever 尽力要顶住呀，来了。刚才主要和永远出枪的位置的话，就是为了防止 FTY 的进攻。哎，高新出枪是击倒了 Godway， 但是他在底坡是不好补的。哎，这个雷是很近的啊，炸了一点点，扔车底就行，再扔一颗，稍微的弹开了。难受，还要顶近点的压力，车的位置其实很明显啊，还在往后面去排点。这是报信息报错了吧？我感觉车已经够明显了，这边再次放倒了一人 ，Cobra 的出手，只剩车后的难受，这个露头应该是看见了，打一波行动器里看到了。这波打还是很快啊，可能前期的这个公路上信息有点点错乱啊，但是幸好人多，枪法也很硬啊。你只能去贴这个 FTY 的脚下的附近，或者我南部全压去照。十七收的这个车，真惨，真的惨，就这局十七太难了。终于绕到了南边，南边的这个桥下目前没有什么人，两个人在找了一个假翻斗车。但是 RBS 好像选择同样的一个进圈的角度，两边贴得很近，但 JFY 从远处出手啊，将这个 RBS 的人给放倒了一个，刚到麦田的这个位置。嗯，这烂尾楼过点刚好是能看到的。这个枪线拉得很开，以这个小山丘为主体啊，直接一个半圆绕开。FM 决定直接去打了，因为即使在这个底坡去待着，后面也是慢性死亡，很容易被灌道具。CDV 有过的情况，被闪到了，过点踩了过来。小九拉回给队友支援，跟着蓝圈一起往前进，都在卡着圈边。是的，出手了，这边的话卢克先放到了幺二，没有空枪啊，直接秒。高德贝扔了一颗低抛，看有没有效果。龙斯哥还在架着圈体的边缘，这颗雷炸倒了一个，可能是机会。目前进点是一个三打三，但是大仓的一个防守要来，先把人扛起啊，往大仓里跑，能不能把人先拉起来？近点薄凉的压力要扛住啊！和小鹿打了个照面，再来一颗雷，看能不能把薄凉炸倒。但薄凉已经往后撤了 ，FTY 现在就是在仓内反。侧身啊，主动拉出。这波由于前面有很多这个投掷物的声音的影响，人都在底坡了嘛。哎，小九踩到了自己的火上，问题不大，先拿血。但自己这个位置要吃道具的，踩火了，老局踩火了 ，TMA 闻声而至啊！露露贴到大仓的外围了，过来想收割啊，但近点其实目前人员还挺齐整的，没有打完。FM 只掉了一个，啊，国良这里还有把 DBS 直接发起冲击了，哦，直接突脸，天哪 ，DBS YYTS。真的，这枪不讲道理，怎么打？这枪真的夸张，就完全不讲道理。他喷你的时候，你如果被打到自己的头部，你的屏幕都在抖，啊，很烦。TMA 呢？外围的观察被人捕捉到了机会，打掉了。哎，小番茄在埋鱼人，鱼香茄子，互相伤害。哎，不过 RBS 的视野很明显，不知道小番茄的位置。不出意外得出事，得出意外。哦，这个雷丢得很帅啊，
特别地克雷直接把空爆把可乐放倒，再来一颗是要补人的，然后近点直接要前压，妹妹也被炸成了一个大残，可乐直接被队友抬走，但是没时间救了呀，这蓝圈已经过来了五阶段了，硬要扶。哦呦，这波特别出手放到了一个，这波硬要扶说实话有点浪费火力输出的时间了，一血还要打人，这波是扶不了的，没机会扶的，就出于不给分子跟 TMA 在北部一直打到了快东部的边缘了。露露血量还是比较优势的，再来过来直接打掉露露，个人拿到六个淘汰，团队已经拿到了九分，再加一分排名分十分了，千疮百孔了，就别犹豫了，没办法了，哎，没有任何的地方去了，确实顶不进来，人太多了，在蓝圈里面泡着也比你冲锋路上没了好不了哪儿去。侧面的道具还在持续压制 GFI 后向后退了一个反坡，哇，这个人的脚边炸到了，阿童木倒地，兰博侧面要打个血，然后马路对面的人好像开始 K 分了，看到刚出手，这个拉枪已经很帅了，九幺幺上来一波补枪，双方都有人数的互换，人头被豆子 K 了一分，今年大精英在架枪，烂人在突破，九幺幺想要上来寻找机会一打一，修理枪头，大金帮忙架，大金在跑位架不住，幺幺想打得主动一点，不忍了，先上来拿分，每一分都至关重要，最终趁着对手补队友的时候啊，烂人拉出来还是拿到了这一分，是的，可惜是被补掉了，这一波的话如果说尽快处理也许还能再拉起一个，没成功进圈啊，露露现在就是认 DSS 做大哥，能拿第二名就已经非常好了。哦，烂人出手啊，放倒了烤鱼，先把分数给补掉，但是这分是被 Summer 给拿了。MCG 也需要分数的啊，一波三倍镜的持续压枪，对于 MCG 来说刷的真舒服，六七两个阶段都很舒服。这局打细一点，甚至有机会能吃鸡。那就来了啊，你有选择不给分？就铁不给了。哎，露出了屁股。还是被蓝圈带走了，还是没给分。是的。能看到吧，哦，这个侧身出手了，这边倒人就要出事了，小鹏先放倒了烂人，七五还在等待时机，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一击毙命的一个时候，这边想露给敏完成反抗，但是 MCG 很快清理，但是七五出手了，小鹏倒地，这不还能打吗，幸好队友的反应很快啊，哎，露露反而回去去找 DSS 了，独狼什么时候出手，是天门的独狼拉扯一个位置的话，可能会对露露很难受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解决掉最后的一个四打四。经验，经验。那这样 MCG 还有机会。是的，李白的手雷放倒了一个，零度倒地。两个倒成了，来一个，倒一个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防区一个，防区。我脸上有一个，我脸上有一个。那是防区，防区，防区。小房子里面，小房子防区吗？右边，右边出烟了，右边，右边烟出来了。杜哥，轻点，帮我，杜哥，我打药，我打药，别压，别压，左边，左边，架到左边，架到左边，打残了，右边打上上，操！